再说最后一遍，特效好，呸，建模好 ，stop， 我要 stop， 不良文是吧？有串嚣张是吧？我早看到小猪不爽，你憔悴啊，吐了，还打得动吗？来，打得动就好，让我来换个场景先。心意的，我乐意。那行吧，那我也来一波复刻经典。这玩意可不行用，兄弟。我就试试。电脑玩崩了呗，等会儿吧你。六根清净贫油弹，三千六百个。剑师傅，别刮了。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要朝镜头打的。你拆我软了是吧？我要干你了一把。
2个月，我们爆肝了2个月，终于把这个视频干出来了。喜欢的兄弟姐妹们，友情友谊可以三连支持一波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没想到距离拍摄特效哥大战芥末小哥第一部已经距离5年了，那这5年呢，我们不断提升技术力，就是为了更好的能够做出现在这个视频，不知道大家还满不满意。那么这次最难的地方呢，还是还原那几个名场面，像这个复刻复联3那一段呢，就做了将近1个月，那段真的太难了，不得不佩服漫威的特效水平。就比如说像复刻钢铁之躯那段呢，基本上是纯 CG 的镜头，整个城市的渲染量比想象中要大了很多啊，真的要 respect 一下电影特效工业，向所有的后期从业者致敬。那其实我们接下来打算把这个系列给继续做下去啊，以后可能就是队友 UP 主了。没错，接下来就是你了，影视飓风。那一般来说呢，我正常是不会要点赞数的，那既然这是酷炫代制作新系列，观众老爷们帮帮好兄弟，帮帮开个好头，这次要个点赞300,000，咱们拍特效小哥哥大战影视飓风，那么咱们下期再见。哦对了，31号晚 B 站最美的夜记得来看哦。